整容变网红是这段时间被吼得最多的一句话。但是这年头网红界不好混，或许是手术不够彻底，或许是还不够努力。韩国最近红了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姑娘，除了眼好胸大，最主要的是她病得不轻啊。这名姑娘也不像其他的网红一样靠晒照发荤段子找干爹发家致富，她在网络上靠的是表演和各种食物日常用品，反正就是一切你想得到的东西跳舞。虽然没有网红圈标准的蛇精脸，但靠着夸张的表演和大无畏的屌丝精神俘获了一大批粉丝。成立 Facebook 不到一年的时间，粉丝数目前已经累积了38万余人，每一段表演视频也是突破100万的点击量。姑娘的视频除了眼神极其到位，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散发着汉子味，每一片肉都扭动的真实而富有爆发力。很多网友都觉得姑娘可以出一本网红的自我修养，比起那些流水线出来的网红，这姑娘才是网红界之瑰宝啊。网红是非多，姑娘也招来不少黑粉。不管怎样，反正网红界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，姑娘还是杀出了一条血路。不多说了，大师兄请你吃根胡萝卜。